好，我现在来示范演算图层的做法哦。那我做的跟那个刚刚我们看的影片可能会不太一样。那我一样会放个球哈，所以我这边先把它这个立方体删掉。我按 Shift A， 我们放一个球 UV Sphere 上去啊。那我把它往上提一点啊。好，那我把这个球设成 smooth 啊，这时候我们会看到 OK， 这个球在这个位置啊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在下面呢铺一个，按 Shift A 铺一个平面啊，然后把它放大啊。那为了不要太丑啊，所以我把材质设起来，OK， 应该是设花纹啊，设颜色，不是设材质啊。那我这边呢，我设成绿色啊，这个好，那暗一点啊 ，OK， 这种绿色。那接下来呢，我把球的颜色也设起来啊，设成几乎是蓝紫色啊。好，这样我们在按的时候，你会发现 OK 变这样啊。那我把灯光也复制几份啊。好，那我切到顶视角啊 ，Top 啊，去调整一下我灯光的位置啊。好，这样 OK， 按 F12 啊，这样这个球啊有三个影子，对吧？好，那这样子我就做完我大致上图层的这个布局了，我切回到相机视角 OK， 但是这个相机视角显然不是我们要的，那我再转一下。好，我想要让相机视角变到这个角度好了啊，我就放在这个角度上。好，所以我按 Ctrl L T0 啊，哦，跑掉了啊。相机视角，在呀，这就怪了啊。哦，真的，它的相机视角会跑掉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调整一下。好 ，OK， 那暂时先用这个角度好了。LT set active 哦，不对，好 ，Ctrl LT 零，真的不见，好，那我自己去调整一下相机好了，算了，这样子真的调不出来啊，好，那我现在先回到顶视角模式。把相机的位置调整一下，我把它对准这个好了 ，Shift， 按 Ctrl T， 让它 Track To 设起来，这样比较好调啊。那回到 Front 哈，回到 Front，OK，好，这样子我相机调哪里应该都会对准。OK， 那我就用这个角度。好 ，OK， 这个角度太近了，再回到 Top。
好，我把相机拉远一点。真的找不到。我看是不是上下的关系。OK。OK， 这样对了。刚刚可能相机不知道射到哪里去了。好，好 ，OK， 这样子大致上好了。我们按 F12， 那你会看到这个画面。好，那在这个画面上面呢，我们要开始来做他刚刚所做的图层，所以我现在在这边建立一个图层。好，但是在做图层的时候，我们要先去稍微移动一些东西哈，我让这一个场景呢，保留灯光，然后呢，我把地板呢移到第三个图层，我按 M， 然后我把地板移到第三个图层啊，所以现在地板移过去了。接下来呢，我把这个球呢移到第二个图层啊，按 M， 那它到第二个图层啊，所以你现在其实看不到东西了啊，只剩下灯光。那我必须要在这边啊，把三个都选起来 ，Shift 啊，这样才看得到东西啊。那如果你都选起来，再按 F12， 它又回到这个状态。这个球我觉得太大了，我缩小一点啊。好，按 F12，OK， 好，好，可以哈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开始来做他刚刚所说的那种图层多图层的方式，所以我按加啊，按加的时候会变成两个层次。对，那第一个层次我们在这里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是 1,2,3， 这边是全选的啊，两个都是这样子。那我现在我希望说有一个紫哨球，所以呢，我在这里啊，我应该是选择啊，按 Shift 选择这个是紫哨球的啊，这是紫哨球的。那另外呢，这个图层啊，这个图层我们选择它是紫照地板的啊，一和三 ，OK。所以当我在这里按 F12 的时候，它就只有地板啊；在这里按 F12 的时候，它就只有球 ，OK。啊，那这没问题。所以为了清楚，我们把它命名一下哈、啊，这个就叫 Ball Layer， 跟它一样啊。那这个呢，我就叫做background layer 就好了。背景图层 ,OK。好，那现在有了这两个图层之后 ,OK,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刚刚的事情。但是请注意到他刚刚有把这个 sky 呢给拿掉齁、哦。如果没有拿掉的话，才产生怪怪的结果齁、哦。在球的这一层，因为它会两层天空叠在一起、哦。所以我就先拿掉了。这样等一下就不用再回来做这件事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看我要做 compositing、一开始我要先用 use node 把这个就是 compositing 是组合啦、哦、我先用 use node 把它打勾，它自然会跑出这两个东西、那接下来呢，你可以用这个 shift D 复制一份、那这一个呢就选 background layer。好，这时候我们按 F12 啊，你会发现说哦，这个出来，这个出来啊，因为这个我目前是直接连，所以这一个 compositing 跟 render layer 里面的 ball layer 是一样，所以这个最后只看到一颗球。那如果呢，我今天想要让它两个组合，我必须要加上一些组合的节点啊。那刚刚我们所需要使用的那种是。怎么讲，就是在 color 里面的 alpha over， 这样可以把两个组合起来。alpha over 就是说一个叠在另外一个上面、哦、那如果背景是透明的，那就那个背景就会消失。好，那所以我就把它弄进来，这个 alpha over、哦、好，我直接丢进去、哦、那这里有点丢的不太对，因为
这个球应该在前景，前景是在下面，所以我把它拉到下面来。那这个背景在上面，这样我们干脆把两个换过来好了，才不会觉得怪怪的。好像一直交叉。好，这样子呢 ？OK， 一个在前景，一个在背景。OK， Alpha over， 这里丢错了哈，应该丢在这里。应该放这里才对啊。那我刚刚不小心跑到，把它丢到这个 FAC 的这一个参数里面就不对啊。好，那这样子你可以看到它的球和那个有出来了啊，阴影也有出来。OK， 好，那就这边其实不用再按 F12， 它其实自动就已经做了。你可以看到它其实一层一层做出来的，一层一层做出来。好，那现在 Alpha Over 已经做好了，这时候呢，我们想做出那种就是模糊的效果，让球有模糊的效果。这时候我要用这个 Filter 里面的 Blur 啊 ，Blur 我希望它模糊，但是谁模糊呢？是球模糊，所以我应该插在这里啊，插在这里让球模糊，但是背景不模糊。好，我插在这里的时候，你不会看到模糊哦，因为现在的模糊状况是零啊。那我可以让它呢变成，S 轴有20的模糊啊，那 Y 轴有10的模糊就好。那这样你会看到，哇，它很模糊，太模糊了，这样太大了啊，各消一半。好，这样子有点模糊就可以了啊。那好像还是有点多哈，啊，暂时先不管。那比较常用的模糊，它是用快速高斯模糊，是这个听说比较好，至于为什么不是很清楚哈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就已经模糊确定了。好，那我们所做出来的场景也都 OK 了。这时候呢，我想说我切回到原本的那个场景里面，那我希望呢，我们这个球呢是从远的地方到近的地方，所以我先这样子把它拉到这里好了。好，拉到这里，然后我让它往相机的方向冲啊。那在这里我就按一个 I， 不，按一个 I， 哎，这个 I 的效果没出来，看一下，OK， 哦，有了，哎，刚刚不知道为什么键盘失效啊，按一个 I， 这样子 low。插入我插入位置其实就可以了哦 ，location 就可以了啊。如果你想要旋转，就再插入 rotation； 有要放大就插入 scaling 啊。那目前呢，我干脆就全插了哈，那就 lock rotation scaling 都插进去。好，那我到40的地方啊，到40的地方，我希望说这颗球呢，就直接呢啊。我把这一个先把这个取消掉，我不希望它追踪了哈，所以我把它取消掉。Ctrl+LTT 啊，把它的 track 取消掉，这样子相机不会一直跟着它。好，那我把这个东西呢移过来。哦，抱歉。我现在相机是选的状态，好，我按 G 把它移过来40的地方，我让它跑出相机的范围好了，大概跑到这里，我再按 I 哈 ，Lock Rotation Scale，OK，、okay、好，那这里既然就只有40，我们就设成40，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球是这样跑的啊。就是这样跑的，那相机呢有没有照到它？我们其实不是很确定，我们来试试看啊，相机有没有照到它呢？啊，这个
相机视角。OK， 好，这里呢，来看一下。OK， 有了哈，一小段在里面，其他段在外面啊，这样可以符合我们想要的东西啊。那这样你就会看到一个球如果快速跑的时候，应该会有模糊性才对啊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子去跑我们的图啊。那我就把它设定在这里，然后呢40张的情况。好，那输出呢，我就让它输出到啊 TMP， 好啦，就 TMP 吧，就输出到 TMP 资料夹。预设是 PNG 档，那我就 PNG 档。不过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就开始让它输出了。先用 PNG 档看看我们输出的东西有没有问题啊。好，那我可以去那个资料夹里面看一下，它输出的 PNG 档有没有问题。在 TMP 资料夹里面 ，OK， 这边球还没进来，所以应该是 OK。等一下看看球有没有进来，这张。哦，有球好像进来啊。OK， 对，从这边11张开始，球跑进来。好，那你可以看到球从这边冲进来之后，大概20几张应该会冲出去吧。好，这个球呢，在21张的时候快到中间了。好，大致上目前看起来是都没问题了，所以既然没问题的话，我们就不用跑这个单一图片了，我们直接把它跑成影片。好，那我就把它跑成影片来。那等这个影片跑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来播放试试看。好，那各位就可以先开始做了，就是请你为你的就是快速奔跑中的球，然后加上动态模糊的效果。做的内容最好不要跟我一样，你可以弄更漂亮一点，比如说你加上材质，然后加上一些贴图之类的，就会更好。我的球在里面的时间好像太短，所以刚刚调的不太好。那40张已经跑完了，所以我现在可以播放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刚刚做出来的效果，再看一遍。好，就是一颗球从外面跑进来，往你的前面跑，
但是这有动态模糊的效果，看起来会比较逼真哦。如果你是一颗球从来不模糊的情况之下，它看起来就会觉得很怪，会觉得很怪，因为快速跑的东西对我们眼睛来讲应该会模糊的哦。那如果很清楚，它会觉得不像在跑哦。好 ，OK， 那请各位试试看。好 ，OK， 这是一个快速球的移动，用模糊效果节点编辑器去做的。